第十题，早上升起的时候，120公分的永恩站在太阳下，他的影子长180公分，但是他旁边的恩家隐藏为210公分，请问你恩家的身高为多少公分？我们知道太阳光照下来，影子跟人，然后呢跟阳光的光线会成为一个三角形，因为太阳从无限远平行光照下来，所以这两个人所形成的人影的三角形呢，应该是一个相似三角形，像我们这里图上所显示的一样。那因为是相似三角形，所以他们的之间呢有一定的比例的关系，也就是说这边的120公分比上180公分会等于这边的 S 公分比上210公分，所以 X 呢就会等于210呢乘以120 180，那这个消掉，然后一个60，这个就是32，然后呢这个就是70，所以算出来这个答案呢就是140。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，我们这个 N 家的身高呢是应该是140公分，所以呢我们第十题的答案呢选择的是 B 140公分。